这么凉快。你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不太隐私的都可以吗？幸运是会平均分配的，所以这次竟然抽到了我。对的，然后另外想就是我前阵在看一个大佬说，就是人最重要的是不断的会学习和成长，我觉得超越真的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，是我们的榜样，虽然我们穿的很多。对的，然后另外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超越下半年除了话剧还有什么打算，当然不一定有什么，这看你有什么方法。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以后的打算都是会和表演有关的。目前现在还定下的我都还没知道呢，对吧？就是等到时候通知吧。反正我是很热爱表演这个事情的，大家放心吧。
今天我刚拍的那个。